哦，我亲爱的孩子，欢迎来到理想世界。在这里，金钱、权力、爱情就像缤纷的糖果，唾手可得，满是甜蜜。请问你们见到过我的朋友吗？朋友？在这里，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友谊。这啦啦，这啦啦，在这个世上，又有谁能够拒绝这热烈又甜美的芬芳呢？清醒一点，不要沉溺于假象。啊，我亲爱的孩子，瞧瞧你都在说些什么？这里难道不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地方吗？